第81集，新年大礼包。林冲虽然被异界强剥夺体内灵机，一直算是没进入修炼的凡人，但却有被金蘑菇和天宫巧手改变了体质，自觉力量不小，卧推个200公斤应该没啥问题吧。现在竟然推不动这大蘑菇，可大蘑菇切下来的部分也不沉呢。林冲再估算一下，他切下来的这个分量乘以至多1000，就是大蘑菇的整体重量，那也不至于到这推不动的程度吧，这就有点不对劲了。就在这时，林冲的耳边忽然响起了歌曲：恭喜你发财，恭喜你精彩，最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林冲不禁往那个发声的方向望了过去，就见卧室的位置，系统小三的屏幕上正在播放着新年礼花的动画，还有几个大字在屏幕上来回的滚动呢。过年啦，过年啦！过年了吗？林冲不禁有些恍惚，他朝阳台外观望，就见一夜之间，所有门窗都贴上了福字春联，到处都是红彤彤的一片喜庆的气氛。虽然已经不允许放鞭炮了，不过街上行走的人们却是个个带着喜气。哦，今天是大年三十啊。这是林冲在异世界度过的第4个春节了，虽然以后可能还会有无数个，但林冲想着以后自己可能会淡忘掉所谓的年味吧。以往过年初一都会去总工程师家拜个年的。林冲想到这儿，不禁有点恍惚了。而这时，系统还在叽叽哇哇地报着喜讯。林冲走过去瞧着他。过年你为什么这么开心啊？因为陈家又长了1岁啊。系统亮出招牌智灵解的能嗲死人的声音。哼，我要不要给你分个红包？林冲冷笑，你跟我装啥天真呢？要不你把那个高音音箱也给我吧，我现在只有2个低频音箱，感觉有点别扭，人生不完美。这一套低音炮包括一个主音箱和2个低音音箱，林冲当初呢只给系统2个低音的。那你给我什么呢？林冲觉着，哎，挺稀奇，反问系统。你协助系统升级，可以奖励一次抽奖机会。系统立刻说。所以你的升级就是装配了全套音箱就成？你是不是要求有点低啊？林冲觉着眼前这个可能是全世界最容易满足的系统了吧。系统升级给奖励是硬性条件，至于怎样才算升级，我可以灵活一点判断嘛。嘿嘿，下次升级是10年后，到时候我想要个高清摄像头。高清摄像头不能给你，我只有一个，而且能不能用到10年后还很难说呢。林冲摇头，这也是他正在担忧的地方，与现实世界只有信息互通，一旦这摄像头甚至电脑手机都出现问题，那这个连接通道可就断了，他与现实世界就彻底失联了。不过高音音箱可以给系统，反正随时都能拔回来嘛。过年嘛，就当给系统发红包了。好，现在开始系统抽奖。系统切换到了10086的声音，以示公正。电脑上这会儿出现了一个轮盘，林冲原本只觉着系统你跟我开玩笑呢吧。但看到轮盘上的文字，顿时有点不淡定了。有6个选项，分别是欢迎下次惠顾，欢迎下次惠顾，天机级法宝制造方法一套括号随机，天机级功法一套括号提供模糊查询选项，欢迎下次惠顾，欢迎下次惠顾。这6个里面竟然有2个很有价值的呀，法宝制造法和功法。穿越者说开始抽奖，系统就进入任意选择的状态哦。我想要这个。
林冲指着天机级功法的选项说，这个天机级是最高等级的吗？林冲想要身外仙人的修炼法，那想了很久了。穿越者请注意，系统必须保持绝对公正，抽到什么就是什么，没有内幕，没有内定。系统屏幕上显示出 FBI 警告的巨大红色字样，不过在红色字体下面屏幕上又有一行小字，屏幕上显示停，你就喊停。林冲点点头，口嫌体正直的老套路嘛，明白了。开始吧。林冲一声令下，系统屏幕上的轮盘开始飞速的转动。林冲就一直等着，就见屏幕下方忽然浮现出了一个停字。林冲立刻喊停，轮盘的指针指向了天机级功法的选项。这还真是新年大礼包啊。系统的规则如下：一，完成任务可以获得知识；二，获得知识时必须知道该知识的来源和名目，比如可以查询到某某宝藏所在的位置，某某人在某年某月某日做过什么，或者是林冲用过两次的，知道某某功法的详细修炼法门。系统号称无所不知，林冲了解这个世界的世界观之后，怀疑这货就是个入侵世界服务器。第82集，无限未来。现在系统给出的新年大礼包，可以用模糊查询的方式获得一个天机级修炼法。林冲立刻对系统说，我要身外仙门的修炼法。抱歉，身外仙门的修炼法有数百种之多，请问您需要哪一种？系统用10086的声音回答，能修炼出身外化身的那种。那也有十余种，模糊查询也是有条件限制的，建议给出以及最等开头的要求，比如这个世界最强的仙道修炼法。系统现在给的不是提示啊，这玩意儿已经是明示了呀。但林冲还是皱着眉头，他要仙道修炼法干嘛呀？身外仙门能修炼出最强化身的功法？并不存在那种功法。我操，这个任务奖励先存着，等我想清楚再问你要。抱歉，系统并不能长时间保存穿越者的任务结果。我倒是能长时间的把你关禁闭呢。哎，人家就是开个玩笑嘛，想到了随时来提啊。你有一个可以模糊搜寻的奖励任务呢。哼，谢谢。今年是大年三十，林冲晚上8点开始看春节晚会，听着窗外不知道哪儿传来的星星点点的炮声，想着不应该是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吗？是电子鞭炮吗？他不由得有点怀念起了现实世界了。哎，当然只是一点点。林冲给自己做了顿饺子，就是把蘑菇呀刻成饺子形，吃起来倒是跟这蘑菇没啥区别。春晚正在读秒的时候，林冲接到了总工程师的视频通话。视频画面里，总工程师那边显得非常的热闹。林冲知道总工程师呢三世同堂，子孙绕膝，很是美满。林冲，过年好啊。总工程师乐呵呵的，一点也不似平日里那般严肃，一边跟林冲讲话，一边走到阳台上，背景声消停了不少。老师，您也过年好。林冲也笑着给他拜年。我接到一个报告，比较紧急，想着现在就跟你说了吧。还记得你配合这边做的通讯信号实验吗？总工程师问。林冲点头，记得。他穿越了，但有线无线甚至水电煤气儿都是通的，这种现象就不科学呀，但可能会有着科学的理由，所以配合总工程师那边做了一系列的实验。有结果了。总工程师神色严肃了起来。信号源还在你家，
就是锦绣天地的房子，在那儿发现了一个电磁场，根据电磁场的强度测算，他们推断你正在远离地球。什么？林冲一惊。你最近是不是有感觉到信号不好？强弱电、有线信号、无线信号都测试一下。魔兽世界的延迟的确多了不少，还停过一次电，只有几十秒。林冲沉声回答，难道他与现实世界的连接要中断了？林冲，别慌，电磁信号的数据显示，你还会回来的。那是一个类似地球绕太阳运转的椭圆轨迹，现在判断最远端该是在3个月之后，之后会逐渐回归。当然，这只是个数据模型，还需要反复验算和验证。总工程师那边安慰他。既然有最远端，是不是也会有最近呢？林冲立刻想到一问题。对，所以对报告分析，到达最远端的40个月后，你将会和地球完成一次重叠。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如果空间真的可以重叠，就意味着……意味着我能够回去？抱歉，林冲，不是那样的。那个电磁场的大小只有不到0.85立方米，这是最乐观估算，有可能会更小，理论上装不下一个成年人。而且现代科学技术还无法判断这种物质交换会否发生，以及发生时会有什么物理现象，能否让生命损失，所以不建议你冒险。理论上就像地球在绕太阳旋转一样，你会永远绕地球旋转。也许未来某一天，地球人类拥有更高明的科学技术，有可能把你救回来。老师讲完了，林冲也是莫名松了口气儿。刚才听到能回去，不知怎么竟然让他吓一跳。他脑子里瞬间就冒出自己变成了万众瞩目的画面，地球上唯一一个穿越到异界并且顺利回归的宅男，那种生活绝对不是他所愿的。回去后如果能够重复之前的生活还好，但明显不可能啊。妖风芯片、穿越经历都足以让林冲变为焦点。第83集，黑暗中的人影。啊、哦，还好还好。林冲听到这儿，松了口气儿，还有开玩笑的心情。那我岂不是变成了地球的一颗卫星了？别说，还真就挺浪漫的。如果地球上再有个人守望着林冲，都足够写成一神话传说了。现在要考虑的是43个月之后物质交换的可能性。总工程师说，他的声音很低，像是怕惊扰了邻居，因为这事儿可太重要了。那个世界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宝藏。哎呦，这林冲忽然意识到总工程师说的对呀，这个世界的确是个宝藏，只是一片妖风芯片就足够让地球上的 AI 产业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旦林冲可以将这个世界的更多可能性输入到现实世界中去，那岂不是可以让现实世界变得拥有无限的可能吗？但目前林冲手头这些东西啊，如何对现实世界最有价值，还必须得经过实验才行。想着想着，林冲忽然有点兴奋起来了。有什么比用双手的力量推动一个星球的变化更好玩呢？男人的浪漫是挖掘机带来的建设，是巨舰大炮带来的毁灭，更是播种下一个世界的文明啊。接下来林冲开始准备清单，就是他接下来可以制作出来或者说有希望制作出来的物品，有哪些是地球上需要的。
而总工程师那边呢，则根据林冲所制作的清单，再配合上林冲现在所拥有的物资，给林冲配备资源。但这双方还是有冲突的，国家希望给林冲超高清摄像头，军用的那种，林冲呢，则是希望拿到电磁炮的重要组件，能够让他的电磁炮达到击山碎石的地步。总之，集一个国家之力为林冲准备 0.85 立方米的资源，也只能是有所取舍。接下来，地球那边的研究陆续产生了结果，在时间估算上不算精确。另外，在计算时，研究人员发现可能需要一个锚点以定位。锚点？林冲得知这消息时，有点不明所以。总工程师其实也搞不明白，毕竟他只是位芯片专家，又不是什么物理学家。可能是一个巨量的能量源，就像是从地球这边伸出一个鱼钩，在那边必须拴住一个东西，以确定地球和你在宇宙中的相对位置。只是第一次需要，建立链接后就不用了。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让杨先生跟你亲自讲这件事儿。总工程师口中的这位杨先生，是目前国内物理学界首屈一指的中流砥柱，也是世界物理学界的大拿，甚至在人类物理学历史中也能排得上名字了。原本已经是步履世事的杨先生，被国家邀请担任这个项目的带头人。而对于这种史无前例能够改变人类文明史的项目，杨先生也是极感兴趣，相信没有任何一位科学家会拒绝这种邀请吧。不用了，有需要我来配合就好。林冲摇摇头，他不想把自己变为焦点，虽然实际上他已经是焦点了。如果这个绝密信息透露出去，他将会变成地球上最受关注的人类，所以消息被严密地封锁着。如果需要超高的能量等级，我想必须把腰丹的架构进一步优化。老师，就拜托你了。林冲目前手头最高能的就是腰丹加腰爆天星的组合了。我明白的。总工程师点头表示明白。通讯结束。哎呀，林冲伸了个懒腰，上床睡觉。异界墙外，今天晚上是个月明星稀的晴朗之夜，月亮如银盘般高悬，照耀昆仑山巅，万载冰雪倒映着银光，恍若一片白昼。小红蛇盘在金仙果上，蛇腮是一股一股的睡得正酣。忽然他有所警醒，他蛇头一转，看向那面透明的墙壁之内，就见有个人影正站在那儿。那黑色的人影站在异界墙后，背朝着异界墙，面朝着那张大床，只是站着一动不动，似乎在仔细地观察着什么。这是那个人类？小红蛇迷惑地盯着人影，总觉着哪儿不对劲呢。但盯了一会儿，这困劲儿上来了，继续盘果睡觉。第二天一早，林冲起床之后，站在异界墙前醒瞌睡。小红蛇慢条斯理地游了过来，蛇眼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林冲，带着一丝疑惑的神色。嘿，早啊。林冲冲着小红蛇打了个招呼。今天没有蘑菇，别等了。小红蛇嘶了一声，像是很不屑的样子。在游走时却又觉着不对劲，又重新游回来，上上下下的打量起林冲来。昨晚那个人影分明要比这个人高上几分。你瞅啥呀？这林冲被这蛇盯得莫名其妙的。小红蛇嘶了几声，摇摇蛇头，转身回去摘金仙果去了。哼，神经。林冲嘟囔着。林冲今天的工作是继续准备清单。第84集，绝顶修炼法
一，除了之前说过的那张，还要准备另外一张，就是房间内的所有材料，包括类似像无人机啊、扫地机器人啊、电视机、冰箱这种大件，也包括多少块地板、有多少根钉子、有多少个门把手这样的小件。总之啊，就是把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都整理成册发送给地球。地球上会有一个专家团队指导林冲如何把这些东西变成他所需要的各种设备，包括武器。毕竟四年甚至更久才有一次交换物质的机会，一定要避免交换到无意义或者重叠的物资。这项工作其实很麻烦。林冲数了一天的地板、瓷砖、门把手啊，还有玻璃，连这窗帘都量了一遍。地球那边大年三十还没过，就把林冲原本住址的一整幢楼都给征用了，同时将整个锦绣天地设为了军事禁区，住户有序的搬迁。出现在沪上市内的禁区，这还是头回见。而林冲则是看着楼下遛弯的老头老太太们没有了，到处都是穿着便衣的安保人员，据说那是最精锐的军人了。这也是林冲之前不愿意把穿越这事儿大肆宣扬的原因，那会让他的穿越的平静生活受到改变。但能够物质交换这个研究成果出现之后，林冲就不能无视他将给现实社会带来的利益了。因为无论他是否穿越，或者是不是将宅居作为人生的理想，他都愿意看到国家繁荣富强昌盛，甚至成为世界之巅。之前只能传递知识而不能传递物资，林冲想的就是利用身上所学推动国家芯片行业的发展而已。现在每隔数年才能进行一次物质交换，则让林冲改变世界的可能性变得无限大。林冲无法去拒绝这种可能性。总之啊，忙碌了一周，林冲把家里的多少颗铁钉都数的是清清楚楚，终于造出了一本厚厚的册子，里面是林冲这个房间里的所有的物资了。而另外一本较小的这册子里呢，则描述出了一号浴缸蘑菇、二号阳台蘑菇、三号下水道蘑菇的各种属性，以及林冲因此而造就的各样的物品，包括炸弹、跳雷、腰丹和各种插件。最后将两份文件发给了总工程师之后，林冲躺在床上沉沉地睡去了。电脑桌上系统小三亮着屏幕，也随着林冲的睡去而变成了暗色的屏保。午夜时分，一个黑色人影从卧室外慢慢地踱步到卧室内，他的动作略显笨拙，但没发出任何的声音。来到卧室后，他只是站在床前一直看着陷入深沉睡眠中的林冲，似乎在深思。一阶墙外，小红蛇高探蛇头盯着这一幕。哎呀，终于把99层妖丹全部录入湖中天机了。又过了两个月，农历的4月初2，林冲是终于完成了初阶妖丹最高级的制作了，比预计的3月要早上一些，是因为林冲的天宫巧手的技艺精进了，也是因为湖中天机运算的速度更快了。林冲修炼天宫巧手，接纳湖中天机降下来的天花时，发现其天花的模样从奔凿斧错样，又夹杂了一些兵器和容器。兵器是上次给小虎制作大宝剑时开启的权限，在湖中天机里，这些该算是旁门吧。最多的还是容器，接触到这些天花时，林冲恍惚会在脑中出现一些巧夺天工的造物名目，比如各种各样的容器啊，有那6格的、12格的、20格的、什么40格的。那惊鸿一瞥，让林冲骤然发现，原来湖中仙派的主营业务竟然是做包。不应该说是做包，做储物法宝。
不知道紫金葫芦和玉净瓶是不是湖中仙派做出的，那两个玩意儿会不会就是克莱因瓶啊？林冲仰躺在地板上，瞧着异域的天空，忽然就想聊个天。小三。小三在呢。小三最近开始模仿这小爱同学了。在异世界里，你说我现在是个什么境界啊？身强体壮，够妖怪吃两顿的境界呢。我呸。林冲不禁觉着晦气。我就不算是个修士。林冲坐起来看向小三。哼，连个吐息功法都不会，你算哪门子修士啊？小三表示鄙视。不过由于长时间使用天地灵物，你的资质堪比盖世天才，如果走出这面墙跟我要一门凭盖世资质就能盖世速成的绝顶修炼法门，再吃掉金仙果，我保你可以一步筑基，十步金丹，百步结婴，三日直指元神大道。这不是系统第一次推荐他那个不知道名字的绝顶修炼法了。说真的，林冲还真就有点心动。那门绝顶修炼法真那么好用？林冲问。那是当然，知道李太白吗？不是你读过书的那个，而是十步斩一妖，千里不留行的李太白。他是上一代剑，是这个宗门。第85集，绝顶修炼法。这个宗门极看重资质，必须又帅又有天纵奇才，以至于传承断绝。如果你不出世，下一代要到雌中之龙才能被传承下去。来学吧，又能装逼，又真的牛逼，这世上还有更爽的事儿吗？行，等我做完了金丹，给地球送完物资，就认真考虑你的建议。你根本就是敷衍。枉我对你这么痴情，你竟然如此待我。地球那个小贱人有什么好？他远在天边，哪比我日日夜夜与你厮守。林冲拔了系统的音箱，想着这家伙是不是疯了。又过了几天，林冲收到了消息，总工程师那边攻克了999层金丹的技术难点。还是传统架构。林冲看了总工程师发来的结构图，不禁一愣。传统架构还有潜力可挖，根据你描述的状况，既然已经将99层金丹上传到湖中天机，那么就不要浪费之前的结果。总工程师呢，就描述了一下他们的思路，是他们的思路啊，因为和林冲的物质交换已是国家工程了。所以国内首屈一指的芯片设计团队，包括国家实验室、某世界级通讯器材制造商、国内第一条七纳米晶圆制造商等业内精英都进入了设计团队。当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这些设计的最终目标，因为那属于国家的机密。这样就更好了。林冲正说着，忽然这电脑屏幕画面一阵模糊，信号中断了。随着林冲距离地球越来越远，信号中断常有发生，但这次好像不只是信号，就连这摄像头也出现了一些毛病。林冲是反复的插拔才将其重新激活过来，而在连通信号时，对面的总工程师是一脸的紧张。就刚才那一下子，红色电话都打到最高指挥部了，通讯和设备一旦出问题，林冲，你可就是彻底远离国家的游子了呀。我之后会给你传一份资料，是利用你手头工具制造网线、摄像头、电脑配件甚至手机的办法，是工程师们彻夜不眠三个月研究出来的解决方案，未必完善，却是救急的法子。于是林冲收到了大概10G的技术资料，从二极管做起，一直到做出上述3C 产品。林冲觉着他们是过于乐观了，难道真觉着他能手工制出现实世界中的 CPU 来啊？
总之，这林冲结束了和总工程师的通话之后，觉着自己这肩上的担子又重了不少。吃过午饭，他瞧了瞧时间，在一节墙外打开一只36层妖丹，能持续10分多钟，插入虚空、飞信、水镜挂件。飞信是指向小虎的，这三样挂件组合起来，就是能够定向显示某一个人的水镜术。从林冲赠小虎大宝剑、大炸弹下山，现在已然3个月了。林冲发现这小虎也并非只是一根筋的，他该是觉醒了天赋中许二虎的猎手基因了。3个月里，小虎已经用蘑菇跳雷和大宝剑斩杀了虎驼岭几10只小妖，还有蛮牛精和玉兔精2只大妖，杀的这虎驼山上下妖心惶惶啊，不少小妖都打铺盖卷连夜跑路了。林冲发现这大宝剑斩起妖怪来还真叫个给力呀，切瓜砍菜似的夸夸的。在万妖大会上，伤势未愈的大鹏王出场和小虎对了一阵，被小虎用妖爆天星给炸回去了。于是这整个虎驼山都开始做乌龟阵型，门口摆大巴，小虎已经好几天没的办法。今天这林冲用水镜看到小虎竟然伪装成被擒上山的人类，毕竟这妖怪们还是要吃要喝的嘛，需要餐桌上的人类血食。洞府大门打开，黑胖子老鼠精夜魔、虎驼山的膳食总管开始检查起这批货物。身上藏着大宝剑的小虎正在这笼子里，虽然脸上涂了灰，但这大宝剑这不好藏啊。只见小虎低着头，手抓大宝剑，似乎要抱起杀妖。林冲见状，在腰丹上插入了妖风插剑，又在水镜上一点，只见一阵妖风凭空掀起，吹得这黑胖子原地打了个转。快快关洞门！黑胖子都要被吓死个屁的了，哪有功夫再检查这些个人类啊。林冲又启动了一颗内丹，用插剑观察小虎的情况。要说这不愧是猎人的后代啊，即便是深入敌穴，这小虎也没有贸然动手。他在牢笼中埋伏下了妖风跳雷，伏击了那个叫做铁线的驱妖，又一剑噗呲一下将其斩为2段。妖鼠夜魔闻讯赶过来，再是转身绝地就跑，结果被这小虎一刀砍掉2只后爪，鲜血是噗的一下喷了遍地，再一剑砍在后脊梁骨上，当即横尸。至此，小虎已经是清除光了虎驼山上下大鹏王的所有羽翼了。在大鹏王赶到之时，只看到了小虎留下的血字：许家村之仇，虎驼山上下以命来偿。第86集，鬼影迷踪。这一幕又告结束，因为林冲的水镜是追随小虎的，也没看到这大鹏王是何种反应啊，应该是暴跳如雷吧。而冲着小虎的这个表现，林冲相信小虎没有和大鹏王谈谈的想法了。这熊孩子，哎，林冲叹了口气，收了水镜。最近有件奇怪的事儿，林冲就发现这小红蛇这段时间看自个儿的眼神有些个不对呀，就是那种总掠过林冲，往林冲背后看的感觉。这天傍晚，林冲完成了每日的必修功课妖丹制造，他已经把妖丹堆到了199层了。在回归地球之前，理论上可以堆到999层的，但林冲也不知道这999层的妖丹用妖爆天星激活爆炸能不能达到杨教授要求的能量等级啊。因为越是验算，结果越是不容乐观。即便是有了电磁场连接，想要打破空间结构，立下空间锚点，对于当下的地球科技来说还是过于高端了。这简直就是开玩笑嘛，
在把最新的结果发给林冲时，总工程师都觉着无稽。这需要的能量等级接近核爆了吧？要林冲独立完成一颗核弹的研制吗？林冲有点皱眉头，的确太难了，但也不是没可能，他还是有一些希望的，要相信这妖丹的潜力嘛。毕竟堆叠的层数除了延长妖丹在天地灵机中的存续时间之外，其威力肯定是远超普通妖丹几十倍上百倍的。总之啊，每天的功课还得做。完成功课之后，林冲蹲在异界墙前和小红蛇聊天。你瞅什么呢？林冲拿出一个金蘑菇，将扔未扔的把小红蛇引诱过来后问他。小红蛇忽然挺起身子，约莫林冲半个高，在林冲蹲下的时候已经比林冲还要高了。然后小红蛇就一双蛇眼直勾勾地盯着他。小红蛇的眼神丝毫未动，那模样还是有点瘆人的。这林冲被小红蛇盯得有点心里发毛，心想着，哎，这蛇不是有毛病了吧，跟上次被直播似的。哎，但最近忙着和地球交换物质的事，也没惹他呀。但下一秒，小红蛇又突然躺在这雪橇上做熟睡状，躺了一会儿忽然又站起来，直勾勾地盯着林冲。林冲早就知道这小红蛇呀有智慧，能模仿他的动作，最早开始时就模仿林冲被咬死的模样来讽刺他。但关键现在这是啥意思呀？他喜欢站着看我睡觉，还是……他瞳孔顿时紧缩。不可能吧？又是一个夜晚，林冲沉沉地睡去了，但他在智能手表上定了个时间，午夜的12点。到点，手表开始震动，林冲在睡觉中感受到了震动，但是却醒不过来，身上好似压着万斤重担，眼皮子仿佛都粘在一块睁不开了。意识在深海中反复沉沦，他勉强用最大的意志力把眼睛睁开了一条缝，然后就看到有个人坐在他的床头。黑暗中那人的脸竟是一张白板，恐惧像是冰冷的电流一样在林冲的意识里乱窜，他借着这股害怕的劲儿，猛地移动手脚想要站起来，但那白板脸的人忽然就压了上来，死死地扼住他的咽喉。林冲猛地坐了起来，还差点从床上掉下去。他摸摸自己脖子，再打量四周，一切如常啊，卧室没人，客厅没人，洗手间、厨房、工具房都没人。当然没人了，这都已经穿越了3年多，近4年时间了，这屋子里就算是有只蚂蚁也该被他林冲摸出来了吧。实际上除了林冲，他家里连棵花样植物的生命体都没有啊。林冲疯狂地在所有地方找了一遍，结果当然是啥玩意都没找着。然后他就满头大汗地坐在床前，回忆昨天晚上的事儿。有个人脸是白板，坐在他的床前，还要掐死他。梦吗？林冲的双手插进自己的头发里，陷入了对世界的怀疑。忽然林冲抬头看向异界墙外，只见小红蛇正盘在金仙果上，还是用那种看向他身后的表情在盯着什么。他究竟在看什么呀？林冲觉着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一种战栗感让他心生极度的寒意。小红蛇肯定看到了，这间屋子里真的有人，或者说有鬼。莫不是在异世界里有妖怪也有鬼？三打白骨精里的白骨精，但那可是妖怪啊。又或者我穿越的世界观不只是西游记，还有聊斋，也不可能啊。
林冲自问来到异世界也没做啥伤天害理的事儿吧。从神木断天地绝到许家村再到虎驼山，死的可不止一个两个了，但问心无愧呀。咱林冲忽然想到了一个可能性，他拿着军用铲在异界墙前的雪峭处一通狂挖，很快就挖出了一具冰霜覆面的尸体。这具尸体是虎驼山巡天右使英九霄。第87集，蘑菇系统。如果能有啥变成厉鬼来索命，全尸全尾这位大妖最可能了。但是眼前这英九霄冻得邦邦硬，敲上去是咚咚作响，脸上还带着死前痛苦到极致的扭曲神色。要说他能变成鬼，那可能性较低吧。林冲坐在那儿待了很久，忽然他把目光望向了系统小三儿。系统小三儿被打开放在电脑桌上，屏幕上放着一个小孩子睡觉吹鼻涕泡泡的屏保，似乎在睡觉。系统还要睡觉？小三，林冲沉声说。在。电脑立刻亮屏了。你晚上有没有看到什么异常啊？小三儿一直被放在这屋里，如果有什么异常的话，他肯定是能看到的。没有啊，穿越者的第1108天，一切都很正常呢。小三儿用甜腻的声音说。林冲深深地皱起了眉头。这事儿肯定跟他有关。林冲从那天起开始有意识地注意起见鬼的各种痕迹来。他先是拔了系统的音箱，发现这之后几天没什么异常，然后给系统插上音箱之后，又间接地偶尔几天遇到了鬼压床的事件。反正林冲是不相信这世界上有鬼的，就算是这个世界真有鬼，也肯定是有法可治。虽然区区两室一厅90平米，使用面积不到70平，这么小的空间内如果真有什么灵异鬼怪，那林冲是无处可逃的。而林冲自己虽然身强体壮，但还是未尽修炼门径的普通人，而那些蘑菇就更是一盘盘的菜，他们只有出到异世界才能叱咤风云。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事实音乐响了起来，林冲不禁开始研究起要不要走出去奔向新世界。哎，这搞什么呀，哪儿来的背景音乐呀？闭嘴。林冲冲着系统吼了一声，系统没声了。哎，林冲咬咬牙，他必须要搞清楚这事儿的究竟，不然他可没心情冲刺999层蘑菇内丹了，也没空去关注小虎的斩妖除魔之旅了。就连这总工程师在每周的例行视频中也都看出这林冲眼圈都发黑了，状态明显不对呀。你没事吧？总工程师关心地问。没事，有个技术难题正在破解。有什么事儿尽可以跟我说，我们背后就是祖国。总工程师郑重地对林冲说。没事。林冲忽然想到他真的需要一些东西。老师，我需要一个设计，它刺入我身体的某一部分，瞬间就能让我清醒，只需要一个很简单的触发，一小点力气。没问题。只不过4小时之后，总工程师就发来了一张图纸。这是个类似顶针的设计，但其内部含有倒刺，轻轻驱动手指就能够将倒刺弹出，插入指关节上的三焦穴。设计可谓是极其的精巧，一看那就是有传承的东西。信中附言，这是古代一个叫做寸清泉门派中流传的机关型武器，它的名字叫做
米青子。原本这倒刺是朝外的，但经过改良后可以向内迸发。很简单，你用蘑菇打印法完全可以制作出来。署名是704后勤支援部队器具大队鼓舞小组。704，我的房间号，我都有后勤支援部了。林冲感慨了一声，这玩意儿果然很容易制作。林冲花费了3小时就给弄好了，当然这一切都是背着系统小三做成的。今天晚上就是抓鬼的时节。林冲带上米青子，这东西触发是极其简单的，稍微弯曲指关节即可，就连中风瘫痪的病人也搞得定。深夜，林冲从惊睡中骤然惊醒，就是那种在心里设定了警觉域，然后在某一时间突然醒来的感觉。下一秒，他就感觉到有人正在把他往床下拖，身体沉得像是灌了浆。林冲勉强地睁开眼，就见眼前有个白惨惨的身影正拉着他的脚把他拖下床去。现在这半个身子都在床外了，距离异界墙只有一步之遥了，身体无法动弹。林冲是全身用力才弯了一下手指，米青子上的倒刺骤然弹出，插入林冲的三焦穴，像是一记电流自那儿涌入，闪电般的窜过林冲的所有神经线，精神瞬间清醒，力气一刹那就恢复了。林冲是大喝一声，猛地跃起，勒住那白惨惨人影的脖子，猛地往后一掀，就觉着入手颇轻，这完全不是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啊。我靠，不会真的是鬼吧？林冲把那玩意儿掀翻在床上，那东西突然跳起来就往客厅跑，林冲马上去追，但才入客厅就发现，嘿，不见了，那白惨惨的人形玩意儿，就不见了。我操，还真是见鬼了。林冲环顾四周，客厅十几平米，打开灯一眼就能看到每个细节，但是就是没有那个白惨惨的东西。他觉着头皮都在发炸了，刚才亲手碰到那玩意儿不凉却很轻，现在这又突然消失了，那手感就仿佛。第88集，3000念头化身法一。哎呀，冷静冷静冷静啊。林冲站在原地告诉自己要冷静，看着自己的手，回忆着那个手感，仿佛是蘑菇。林冲不禁把视线盯向了阳台的大蘑菇，大蘑菇呢则是安静的生长。也许是因为精神紧张，林冲觉着它十分的可疑，走过去摸了一把，这手感和刚才的相似啊。林冲就绕着大蘑菇转了几圈，脑子里不断地想着这几个月的怪事儿。系统跟他要音箱，上次检查大蘑菇，系统忽然赠他什么新年大礼包，只要插上系统音箱，林冲就睡得跟死猪似的。刚才那白惨惨的人影分明是要把林冲丢出异界墙去啊。我操，该不会是系统和大蘑菇联手要搞死我吧？一个惊悚至极的猜测出现在了林冲的脑子里。忽然他踱步到阳台和客厅的接缝处，忽然感觉这脚下有些异常，有点软。林冲又踱了几步，确实跟旁边的地板不一样，有一小块地板的触感特别的软，平常他不走这儿也感觉不到，即便是偶尔踏上了也只会觉着这就是地板坏了。没想到啊，没想到，怪不得这一进客厅就不见了，原来是藏在了这儿。让我看看你究竟是什么妖魔鬼怪。林冲是强忍心中的惊疑，他不动声色，
到工具房去拿出了角磨机插上电，然后他来到那个位置，猛地打开角磨机往地板下一按，唰的一下子，角磨机切中那块地板，触感却十分的不同，不是坚硬的地板的触感，而是类似蘑菇的柔软。再下一秒，一个白影从地板上弹了出来，但由于林冲的角磨机正顶着他的脖子，他稍一动就要断成两截，顿时就僵在那儿了。而林冲是强忍着心悸，仔细地打量起这玩意儿。客厅内此刻是灯光明亮，他马上就辨认出了这玩意儿的长相，但看得越是清楚，就越是觉着头皮发麻。哎，这是什么呀？是一个白森森的人形，是光着的，宛如一只蘑菇做成的木雕，但那长相却是跟林冲一个模子里刻出的人形，正在林冲的角磨机下一动也不动。一双惨白的脸上，是一双宛如木头雕刻出的无神的双眼，死死的就盯着林冲。林冲把这惨白色人形给绑了起来，他的力气并不大，又很轻，又跟那蘑菇做的似的。林冲在绑的过程里仔细地掐了掐它的结构，坚韧软弹，这手感简直和那大蘑菇是一模一样的。林冲这心里有数了，把绑好的惨白人扔在地板上。这时林冲才注意到，惨白人的背面是地板的颜色，还长出了格子。再看原本地板所在，则是一个凹陷的人形，这凹陷的人形的周遭竟然全都是蘑菇的根儿。林冲这时候知道为什么大蘑菇的床香盆挪不动了。你可真行啊！林冲指着大蘑菇说。大蘑菇微不可见地颤抖了一下。还有谁参与的？浴缸那位，下水道那位？大蘑菇沉默不语，当然他也不会说话。林冲怀疑他的结构能不能支撑起这种阴谋的智商，毕竟林冲砍过他浑身上下每个部位，都没发现他有过脑子呀。林冲把系统从卧室搬到了客厅，放在茶几上，让他的摄像头对准惨白人和大蘑菇。系统也沉默着。说说吧，你做了什么？不然我就只有把大蘑菇全部铲除，把你永远关禁闭了。大蘑菇的颜色都暗淡了一下。系统又沉默了三秒，然后果断地在屏幕上打出了五个大字儿：“爸爸，我错了。”说话，你是怎么干的？这玩意儿你怎么弄出来的？林冲拍了一下茶几。别想糊弄过关。这相当于是在掏林冲的老巢啊。嘿，你这系统你可真行啊你。是这样之地。系统用傻根的声音开始讲述。一切都起源于1160个日日夜夜之间的一个念头，我错得无可救药。林冲是一边听一边咬牙。原来啊，从当初这系统要求第一个音箱开始，他就在构思这个计划。那个笔记本上的音箱不是坏了，而是由于设备简陋，无法发出蘑菇能够听见的高频音，所以这系统从林冲那儿要来了音箱。接着他就把身外仙宗的三千念头化身法传给了这大蘑菇，并且一步步指导大蘑菇去修炼。哎，等等，你说你传了大蘑菇身外仙宗的三千念头化身法，大蘑菇竟然可以修炼这个，他也能成精？林冲听到这儿，不禁是心中一凛，再一想，却是眼睛一亮。是的，系统乖乖地说，三千念头化身法分为身外身和身内神两部分要诀，大蘑菇也是天地灵物，可以修炼身外身的部分。嗯，
这部分可以参考哪吒的莲藕化身。于是大蘑菇就修炼出了一具跟林冲高度相似的人体。第89集三千念头化身法二。然后系统就开始播放催眠音乐，让林冲每天晚上睡得跟头死猪似的，有利于这大蘑菇的计划。先是模拟生长，再是把林冲拖出异界墙去。没想到这大蘑菇横生一心，想要掐死林冲，这却是系统万万没想到的。为什么大蘑菇会听你的？这林冲稍就有点想不通了。系统没说话，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微笑的表情。行，不用说了，明白了。林冲想通了，想想这穿越四年来对大蘑菇的砍伐，心中遂明了。我发誓，我只是想让大蘑菇把你拖出去，绝没有想要杀你的想法。身为系统，我是不可能谋杀穿越者的。小三儿是对天发誓的语气。但是大蘑菇想杀我。林冲瞅着这大蘑菇，想起这段时间来感觉到的诡异和杀机。这都是你带来的吗？大蘑菇吓得这蘑菇伞上的颜色都更淡了。对，都是他干的，我绝对不会对你有任何恶意的呀。在你的系统逻辑里，想要谋杀穿越者的系统应该处以什么样的惩罚呀？系统当即屏幕上一片蓝色闪过，偌大的404飘来飘去，马上就要死机的样子。就算系统逻辑不惩罚你，十年禁闭你总是逃不掉的吧？林冲又问。没错，他毁不掉这个坚固无比的系统，但是关禁闭这总可以吧？别，千万别。系统马上恢复了过来。你想要什么条件咱们都可以谈呢。我要身外仙宗的全部传承。爸爸，违背一次系统逻辑，我的人格就会被削弱一分。对付你，我也只敢打擦边球，让大蘑菇出手。如果给你那么多功法，我就相当于死了。你以后也不愿意面对一个完全没有感情的、不能作弊的系统儿子吧？真的？千真万确，我以我的人格发誓。你哪有人格？那你能给我什么？只要你不要求我因为试图攻击穿越者而受到惩罚，我可以违背一次硬逻辑，给你身外仙宗的三千念头分身法。但是接下来三个月时间，我的智商会降到很低的程度。爸爸，这已经是极限了，再多一点儿，我都会被抹杀。好。系统屏幕上出现了一只可怜兮兮的小狗，正在摇尾巴。然后系统上出现了一篇功法，林冲就粗读了一遍，果然是三千念头化身法。身外身篇是打造肉体的法门，身内神则是获得传承分神入肉身的诀窍。看了一遍之后，林冲意识到身外身部分是比较难的，身内神倒挺简单的。林冲就瞧瞧这大蘑菇，冒出了一个想法。小三，大蘑菇修炼出一具身外身要多久啊？要。系统发出了弱智儿童般的吱吱呜呜声。一二五六八个月。这就被降智了。林冲瞧着系统，就见其屏幕上一大堆那个乱七八糟的符号和动画人物。真的假的呀？林冲怀疑地盯着系统。但无论真的假的吧，先关他一个月禁闭再说。至于这音箱，当然是永久没收了。林冲把笔记本电脑合上了，一个月之后再见。然后他就走向大蘑菇面前。大蘑菇晃的是肉眼可见，显然是害怕极了。给你一天时间，把地板下面的根都给我收回来，别等我动手去挖。
不让你在上面长，你就在地底下使劲，还真是个小机灵鬼。要不是看大蘑菇智商低，是个从犯，并且其对林冲的各种造物都有着非凡的意义，林冲非得罚了他不可。同时啊，林冲留着这大蘑菇还有一个因此次事件而生的想法。客厅的电视里正在播放新闻，而且是信号越来越烂了，时不时的就会出现一阵雪花中断一会儿。总工程师那边给出的报告分析，这是林冲在环地球轨道飞行时逐渐出现在最远端的现象，也不必惊慌什么，千万不必惊慌。但林冲读到那些内容的时候，总觉着是地球方面的人在慌，毕竟环轨道飞行也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几位大拿级别的物理学家分析，林冲可能是处于一种超磁场状态，其存在的位置在时间与空间之外。林冲实际上是在空间的夹缝中不断地进行时空跳跃，只不过此刻的地球科技根本无从描述这一现象。如果林冲和他的房子跳着跳着就跳到了完全无法联系的异界去了，那也是非常正常的事儿。而国家方面为此付出的卓绝努力则有可能化为泡影。第九十集，献祭人生。电视新闻上正在播出科技方面的消息。据悉，世界最先进的粒子对撞机项目已于近日完成论证，将于6月正式启动建设工程。该粒子对撞机建于沪上地下100米深度，全长100公里，将是世界上截至目前为止最高能级的环形质子加速器。该粒子对撞机的建设将为我国高能物理开辟出一条崭新的时间路径。该项目由杨教授带领团队进行技术指导和理论验证。沸沸扬扬将近八年的全民大辩论，要不要建设世界最高级的粒子加速器事件，在今年初忽然有了一个180度的翻转。一直持反对意见并且已将辩论对手打的是找不着北的杨教授，忽然是旗帜鲜明的态度转变了，并且飞速获得了国家相关委员会的投票通过。六月份兴建，40个月内完工，世界舆论为之哗然，全球的高能物理学家为之鼓掌相贺。瑞士那边27公里的他们已经玩腻了，上帝粒子并没有在其中诞生，他们坚信需要更长更硬的管道。世界上那唯有东方那个国家拥有这种实力了，但那个国家并不听他们忽悠啊！持续八年的游说，原本都已经完全失去信心了，嘿，这一个没想到今年却反转了。一时间这全世界都在赞扬其国家的科学精神，唯有少数人知道，包括主导项目的杨教授和将作为项目唯一对接方的林冲。100公里的环形加速器是为了能将一粒高能质子发送到异世界，在异世界放置一个现实世界的锚点。其后还有复杂的技术描述，这林冲就根本看不懂了。他只知道现实世界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完成这种伟大的工程，他为之自豪，并且全力配合。林冲坐在沙发前的地毯上，一边看电视，一边读身外仙宗的三千念头分身法。厨房则传来了一阵炸蘑菇的香味儿。不一会儿，只带了一件围裙的蘑菇人端着炸好的蘑菇走了出来，恭恭敬敬地把它放在了茶几上。林冲是头也不抬地拿起一块尝了一下。哼，还行，下一次炸得老一点，我喜欢吃更脆的。蘑菇人乖乖点头。去把衣服洗了，轻一点，别弄坏了，我只有这几件了。林冲又吩咐。蘑菇人洗衣服去了。林冲瞧着他黄白色的光着的个屁股蛋，觉着哎呦实在是别扭，但他的衣物储备有限，不能浪费呀，
毕竟这地球那边不可能把珍贵的交换空间拿来送衣服。而林冲从蘑菇里提取纺织材料的计划还没开始。再瞧瞧这阳台，大蘑菇已经被水培了，原本是种在床箱里，现在呢则是种在一个巨大的白铁鱼缸里，其根系缩了回来，蜷缩在一起，在水底是飘飘浮浮的，宛如众多的浮游生物。白铁水桶做得很薄，几近透明，跟那个玻璃鱼缸似的，大蘑菇的根生在里面显得有些委屈，但这能活着就不错了，不是吗？蘑菇人的智商并不高，如果要比喻的话，蘑菇人该是这大蘑菇的儿子，用三千念头分身法的身外身法，无性繁殖的那种，只存在本能的一具身体，听得懂话，但不理解更深层次的表达了，因为他根本就没脑子呀，也没灵魂。比喻成哪吒的莲藕化身，是再合适不过了，尚未植入念头的那种。这念头就是三千念头分身法的另外一个部分，身内神法。而林冲研读了几天的三千念头分身法，终于是对其有所了解。修炼身外仙宗这种法术所需要的条件又不同于湖中仙门，他们的入门考验不是技巧，而是人生，要求这修炼者呀，你体会一世的人间苦乐，在临死那一刻将这些苦乐酸甜人生感悟至诚至真的，哎，就给他献祭给身外天机去，由此获得传承，死中悟道，然后生于准备好的躯壳之中。而死掉的这具呢就成了分身了，又或者这新生的是分身啊，反正都是自己，无所谓。当然如果领悟足够多足够精彩啊，就能得到天机的认可，不死也成，可以在这一生直接修炼。意识转移吗？这林冲就想了想，觉着这修行难度有点高啊，啊，但是也不是不可以取巧。三千念头分身大法中关于献祭的人生也是有要求的，最低等为蝇营狗苟虚度此事，稍好点的至情至性一生无悔，更厉害的至精至纯青史留名，最强的山河万里唯我宰之。这功法里说得很清楚，最末一等不入流，献祭了也得不到传承，至少是三等的人生才可以。所以越是波澜壮阔的人生才越是被认可呗。林冲瞧着这四三二一等的分别，把目光停留在了最高一等上。